我跟我哥哥两个人都是从小我们吃虾会过敏，是我朋友就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就是要吃很多，你就跟他拼过了，你就不会再过敏。对，真的。然后我跟我哥两个人就毛起来吃泰国虾。傻哦，天哪，你好照片，我现在吃虾不会过敏，但是我哥就送医院了。什么叫以毒攻毒？这个其实在过敏不适用，你如果吃太多的话，其实那个是让你的过敏。以上节目由万事益冷气冠名赞助。